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Sir周。本期依然是一期非常简短的视频，是什么视频呢？就是关于这个老虎鲸队的这个公爵啊。那么最近的话呢，是这个 Target 的特价，我们知道这款玩具的话呢，是由41块钱变成了这个21块钱，而且今天的话呢是特价加特价。那我的话呢是又买了5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 Target 的话呢是只要满100元的话就再返25元。那么我可以看一下，我是花这个16块钱的价格买了5个，一共是花了80块钱，非常的实惠。那么现在的话，我手里应该有差不多15款这个玩具了。那么一定是这样，这个货比三家不吃亏，买东西不能去着急啊。那么差不多人民币的话，这5盒是最值的，差不多也就这个100块人民币一盒啊。公爵还有他的这个载具，哎，那么今天的话呢是一期非常简短的视频，咱们下期见。这期的节目的话是打折非常给力啊，咱们下期见 ，See you next time。